们觉得橄榄扣厉害吗？作为一个前段时间从国际服役制到国服的职务，很多玩家可能都还没玩过。其实我也还没获得，但据说这家伙贼厉害。冲下去之后开始钻地，在地面形成一个深坑，然后在前方一格内产生油渍，僵尸踩上去会减速，经过坑口的时候会掉下去，直接秒杀，有点像躲在地下的暗影豌豆，但它的次数不限，用来打无尽非常不错。这是来自粉丝糖水鱼宝提供的素材，大招可以碰功夫同人。说只要豆多打无尽149都没问题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试试哟。哦，对了，截图之城是禁用的。